究竟 Brandon 冇父母庇荫底下，要靠自己努力，能唔能够打破年青人难以向上流动嘅困局？你好，我系社工 Phoebe， 咁介绍你先阿坤。你好，坤 ，Hello，Brandon，Hello。咁呢几日咧，你就会喺屋企住嘅，咁希望你能够同佢倾偈，了解多少少咁啦。咁其实之前咧，佢就系会考零分，做咗八年嘅，咁然之后咧，而家又兜兜转转翻副学士啦。咁无论可能系揾工方面啦，甚至乎咧，可能去进修嘅时候咧，其实都遇到一啲困难喺度嘅。就有啲生活费俾你嘅，咁呢度总共系200蚊咧，有埋散纸。屋企比較細少少啦，係咁咧。呢度將會係你嘅瞓嘅地方啦。廁所咧就會。Brandon 了解咗嚟緊呢幾日住嘅環境之後，都好想知道低學歷年青人揾到咩類型嘅工。我而家就去緊呢個長沙灣嘅政府合署啦，嘗試睇下啲年青人喺度揾工嗰個情況係點樣樣。大部分即可能。你講緊八九千蚊人工咧，都其實都要呢個中午咯，至少一定要有良好粵語啊、普通話、英文啊。中午以下啲工作通常都係嗰啲清潔啊，或者嗰啲勞動性好高嘅工作咯。讀過下書咁樣，都希望有份好少少嘅工作，揾食艱難啊。Sales。兼職3蚊 per hour， 9个钟咁樣。咁你工作嘅經驗係有啲乜嘢啊？冇做過 sales， 我都希望可以做一啲多啲對人嘅工作咁樣啊，即可以多啲大家面對面有啲交流嘅工作咁樣。我其實都幾中意同人講嘢啊咁樣。OK， 咁如果有消息，我哋會盡快一個禮拜到電話聯絡翻。好，唔該曬。Brandon 建工失败，摄制队正安排一份只需要低学历嘅工俾佢。大码 OK 啊，系嘛 ？OK 嚟噶啦，已经。我新码队出20码，20码，20码。有啲似蛋酱啊，都。即是啲 order 好快咁樣。大時間咧，大約半個鐘，喺6:40到啦，就翻嚟得冇問題。OK。為咗揾食咯，係啊。咁但係我覺得，如果揾到啲係你有啲興趣嘅工作做，我覺得係會做得開心啲咯。咁我相信好多年輕人可能做呢工作，可能會有得升嘅，即係你做一年、兩年、三年，但你不停做緊嗰個期間，我覺得睇唔到個終點。你好似一部機器中間嗰個齒輪咁轉轉轉轉，你都睇唔到究竟你係去緊咩方向，究竟有冇前途，真係唔知道。攬幫手換一換。兩邊都唔得嘅，搞掂。Thank you。阿文，你做呢份工幾耐？五月到而家。工作幾耐？21、22歲。今年18歲。18歲啊，厲害！問過好多嗰啲員工，這個職業個流動性好高嘅，即係啲人嚟一嚟，出咁啊轉咗，咁啊又換過班人咁樣。我認為每一個年青人做每一份工咧，都係希望向上嘅，冇人希望停留喺一個階級太耐。我自己都有一個80後，唔係太好聽嘅名詞咁樣。咁啊，主要都係話我哋冇耐性啊，
可能貪新鮮啊，冇恆心啊咁樣。咁同以前咧，即係我哋可能我哋爹哋媽咪嗰個年代咧，嗰通常做一行咧就做死一世噶啦嘛，係咪？但係呢個時代就唔係講緊呢樣嘢啦。年青人係中意去揾一啲新嘢先，佢哋覺得轉行會唔會有一個機會咧？誒，我先走先啦。係啊，拜拜拜拜，聽日見。咁你今日唔燒嘢嘅？冇錢啦，冇錢啦。miss 咗應該，我似乎咧就要去旺角啦。試下搭地鐵啦。哇，貼5蚊，都幾財困嘅都。周公萬歲啊！Brandon 今日3點鐘翻工，不過佢約咗阿坤9點鐘一齊食早餐，點知琴晚翻到嚟都 OK 攰啊，瞓到死咗。阿坤啊，一間喺邊度食嘢？喺度煮個公仔麵食啊。好。係啊，咁就慳翻啲。要啊，好窮啊！我好穷啊！阿坤读紧副学士，令佢最伤脑筋嘅唔系功课，而系学费贵。寻晚去考试，令到我入到市场最唔想见到嘅，唔系份试卷咯，系一去到埋去自己个位度，系见到学费单咯。即系2年，其实90000。我寻日份工作系做6日，咁都系得个千松啲蚊，系啊，仲扣埋车费咁样，其实。都未必俾到學費喎。月入只不過是5-6千元的一個年輕人，其實要拿去10000多元去報一個課程，對他來說是很吃力的。那其實會不會我們有些方法，政府有些政策可以幫一下這些低學歷在職的年輕人去進修呢？其實很餓，頂硬上啊，不是怎樣啊，我工作表現上算 OK 啊，我都想。阿 Bibi 姐近日要我休息一陣間啊，好快，真係有少少唔係好舒服。哇，好多 order。好彩我又要去洗手间，我熬到的，如果我休息一阵就可以了。